哇塞，发现罗群了，你看这里这么多，哦，这个埋得这么深，亚毛螺，这里还有，哦，这个张着嘴巴，合上去了，这里还有，哇，个个都好大哦，这里还有两只，好大一只，收了，那么多螃蟹壳，啊，原来是这只螺干的好事。吐着舌头，咦，合回去了，哇，这么大一只，这个起码有半斤喽。嗯，收了，石头底下有只螃蟹，徒手抓它，啊，夹到了，不肯出来哟。那这么大一只赤脚红呀，张牙舞爪的，收了。哇，那是啥？哎呦，鲨鱼哦！你看，哦，抓到了呀，狗鲨，不大，但是这个规格也可以收了，挺漂亮的吧？也挺可爱的，你看。一扭一扭一扭的，哇，好长哦，这么长一只，这个就收了。有一条鳗鱼躲在屎坑里面，小心点，不要被它咬到了。哦呦，哇塞，直接把它飞起来，那么大一条，抓它这里，咦，好滑。还想跑，哎呦，哇，不要跑了，哎呦呦呦，嗯，收了，这里还发现一条小的，哎，我自己打的洞，你看，把石头先翻开，呀，哦，哇，小的也那么凶，你看，咦，还想跑，哇塞，那么难抓，主要是太滑了，嗯，哎呦，又掉了，收了，这个鼓包里面应该有只螃蟹，哎，母的兰花蟹。不大不小，看着好肥哦，收了。哎呦，这个是象拔蚌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，把它抓起来，哦，哇，生长在泥里的，不是象拔蚌哦，好像又像又不像，奇了怪，不管了，收了。这个好像是红花蟹呀，是，喂，哇，还想咬我？我抓螃蟹很厉害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抓到了！哎呀，差点翻船了！你看，抓到后面这里，它就夹不到了。哦呵，这么多小面包蟹躲在这个石头洞里，哇！红的发紫，你看，哎，这里还有，哦，这个比较红，这里还有，喂，哎，抓到了，哎，呀，太小了，这个不要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嗯，这个鲜艳的，收了。